古时候，人们认为有阴阳二界，阳间是活人生活的地方，阴间是死人去的地方。活着的人为了让死去的人有福可享，就将许多物品作为陪葬。在中国古代陪葬品中，最为普遍的是俑。俑有陶制和瓷制两种。按俑的造型来分，有人物俑和动物俑两大类，也有二者兼备的奇俑。以俑陪葬始于战国时代，盛行于秦汉隋唐。这里介绍给大家的是汉代陶俑。陶俑作为陪葬品来讲的话，它是从战国时就开始了。它这个里边呢，主要是分人物和动物两种。人物的话，就是有各种器型啊，什么弹琴的、跳舞的、吹竽的，属于器乐这方面的。还有呢，就是农夫啊、马、战马这些都有的。我收藏来讲的话，大概就是分两个种类，一个就是人物用，一个就是动物用，它主要起陪葬的作用。当时啊，你如果一个人去世以后，为了他在所谓的阴间能够享尽荣华富贵啊，给些人物啊、侍女啊，还有就是做工的这些佣人啊，他都把他捏成泥人，主要是用于陪葬的。这个陶俑啊，这个是汉代的牵马俑，在我收藏的陶俑系列当中，这个是我最好的一个精品。说起收藏这件牵马俑这个作品来讲的话，我收藏还是有一段经历的。在20多年前，我买这个一个牵马俑的时候，花了5000块，当时家里边人还给我吵了，花那么多的钱买那个这个泥巴疙瘩来干啥呀。我说你不知道，这是我们祖国悠久的文化历史，我买它就是买我们祖国的文化，我把它收藏起来作为我个人属于保护性的。我总觉得这么优美的东西如果流失走了很可惜的，这个是我们明确的骄傲。所以在这个是牵马俑的这个的陶器来讲的话，陶俑来讲的话，我觉得我看了一期上次那个汉代的那个马踏飞燕，他的这个造型啊，跟我这个收藏的这个牵马俑的话，这个马的生动程度只不过是各有千秋而已。所以我这个牵马俑我觉得还是很难得的，还是算是陶俑的珍品了。所以我上次有个朋友到我家，他看见他非常喜欢，他说你这么精美的让给他，他给我出价10万块钱，我说我不卖他，因为我收藏以后的话，我爱的东西我不想出让。这一组俑是我前几年买的，它是一组，这个是吹竽的，这个是这是吹箫的，这是吹竽的，这是听琴的。它在这个墨竹里边的话，这是一组，这一组的话在陶俑这个系列当中的话，品种当中的话还是很少的。一般的俑的话就是我们这边讲的人物很单调很小的，它没有什么动作的，这种俑应该说是在陶俑当中的精品啊。所以的话，这组俑它从器型和它服饰上来讲的话，都能够很体现当时这个墨竹的身份，还是比较高阶一些的。
所以我说讲了，这主用在市面上的价的话，最低得6000块。它这个是典型的汉代的那种随葬的，汉代陶俑，它是宽衣，看吧，它是宽衣薄带的，头上男的就戴方巾，那女的呢就扎那种汉代的妇女梳于裹头的那种巾，而且它这个器型的话，从整体来看，很比较完美的。你比如说这个听琴的这个俑的话，他更是专心专意在听这边给他吹，你看他的脸部的表情也很生动的，他的当时的话，可能这个墨主很喜欢音乐，他这座这个陶俑啊，当时出土的话应该是4个到5个，当时他出来以后可能坏了几个，我只买掉这3个，所以随着他这个收藏的这个大军的增多啊，还有今后这个出土的减少啊，这几样精美的这个陶俑的话，我觉得是很有升值的潜力的。大概我是估价的话，这3个大概就是，再过几年1万多块钱一个主3个是没问题的。这个陶俑啊，在汉代到现在已经好几千年了。由于它是属于低温陶，所以它在陈设方面的话，很不容易保存的。而且它一看，我收藏的这一面是一个拿琴的和一个跳舞的这2个俑，它的器型又不一样，也是当时的一种比较典型的，代表当时社会的一种风俗吧。在这个汉代俑的保存方面的话，主要是不容易保存，它属于低温陶，稍微不注意的话，自然就风化了。所以在这个领域里收藏的要少一些，能够有2件这种精品也是很不容易的。这件陶俑是汉代的一个厨师俑，当时我买的时候，我觉得很贴奇，很奇怪的，怎么人死以后的话，连厨师都要配币？可能他在阴曹里边想吃饭的原因吧。你看他的器型很好的，他这一个案板，手正在切的拿了一块肉，上边还有一个鱼，这个陶俑的话，还是很少见的。我觉得还是一个陶俑当中的精品。这种器类的陶俑叫厨师俑，因为它陈设很少，所以在市场的价格的话，应该在3000以上。陶俑替代活人活物陪葬，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陶俑作为陪葬品，反映了当时的丧葬制度和人们对于生死的某些看法与观念。如今，作为古玩的陶俑，除了具有上述的历史意义之外，它还显示了当时制陶业的工艺水平。陶俑是古时候以人或动物的形象塑造、烧制而成的陪葬品。俑的出现取代了以活人和动物陪葬的习俗，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陶俑陪葬始于战国时代，后来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如今陶俑已成为古玩收藏的一个品种。陶俑展示了古人制陶工艺的演变，同时人们也通过陶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古人的生活和丧葬习俗。因此，陶俑是人们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实物资料之一。陶俑作为这个收藏的一个门类来讲的话，它相对比其他那个收藏的品种呢，这个人要少一些。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陶俑它是易脆品，很容易打烂的。而且的话，现在你要不是每一个人你想收藏陶俑成系列很不容易的，真的是好的俑的还是很贵的。因为好的俑是不可能随时能到买到的，这个都是属于一种很好的俑，属于一种风貌凝绝的。一般的俑的话，人们又不愿意去收藏它，因为它不精美。这件就是那个陶俑啊，是灰陶的，它是古代的一个侍女俑，就是厨女啊，厨房的厨女俑。它的这个器型啊是挺好，而且它的温度就要比红陶的要高一些，所以的话在市场上这种陶俑的话，灰陶的很少见。它的市场价格的话大概就是在1500块钱左右。这个陶俑是汉代的打鼓俑，在我们祖国北京的那个中国博物馆叫做里边也有一个这个打鼓俑，是大的，它是新都出土的，跟我们这个器型是一样的，它们也是属于同时代的这种陶俑。所以我这个虽然小一点，我还觉得很珍贵的，所以我一直把它珍藏起来。这个陶俑啊，它主要是残了，后边这个它没有了，后边没有，只有一半了。它当时制作这个红陶俑的时候，都是用的那个活胶板，就是用两个模子，一个前一个后，铸好以后再把它活起来，就成一个整体了。现在它后边这个掉了，但是前面还是很生动的，你看它的舌头啊这些都凸出来了，是个打鼓的一个打鼓俑。这个还是很珍贵的。汉代的陶俑里边，动物俑也很多的，包括什么猪啊、牛啊、羊啊、狗啊、鸡啊、鸭啊等等。像我手上这一件这个牛啊，几乎说也可以说在这个汉代的这个红陶的动物俑里边还是很少见的。这个俑我在8年前，我当时我就花了2000块钱买的。汉代的红陶的这种动物俑里边啊，像这种鸭子的这种造型是挺精美的，而且还是上了彩的，你看它的眼睛还是上的驴彩，那个头啊还是画了羽毛的，它上的驴的彩，所以我说这件还是很精美的。这个陶俑鸭俑的话，在我们市面上也很难见，一般都是很小的。这个器型的话，我在几年前买到的，我也作为我的陶的收藏当中的一种动物精品吧。大概市场价的话，现在大概就是
3000块钱左右。汉的红桃的那个动物当中啊，就像这一条，这个就是红桃的狗，就像这种完整的狗的话，它器型还是很好看的。还有就是这个猪，猪也是汉代的。还有就是马，这种小马也是汉代的。还有小鸭子和小青蛙，它都是属于陪葬的。还有一个当时想象力的一个猪吧，也我看像个河马一样。所以我就说啊，像我们祖国这种汉代的在这个市场的收藏的价格啊，就像这种完整的一般都是在800块钱左右。你比如说一条狗啊，800块啊，这些它有人收藏的，根据品相和大小来定的。就像这些呢，就是300-400块，对不对？它收藏的话就是根据个人不同的需要来购进。现在这个红桃的这个用啊，由于那个城市的改造啊、扩建啊，它今后这种出土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市场的价格的话，它这个由于它的出市量少，收藏大军的增多的话，它在不断的在攀升。比如说前几年的一条狗完整的就是700-800吧，你像现在来买就很难买到，起码得1000多到2000了。你说从这种器物啊，城市量的多少，还去根据国人的喜爱，这个价格的话，很难估计。由于这个红桃的汉代用啊，而且是动物的东西，它这个由于城市量少，根据国人的喜爱，它这个价格就不一样。比如说我喜爱这条狗，我当时我可就是800买的，买到以后经过时间的推移的话，它自然就会增加一些，对不对？就会增高的。不管是汉代的这种小的动物和大的动物，只要精美的，它都是在一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不对？出市量很少以后，它都在攀升了。这些造型各异、制作精美的陶俑，距今已有2000年的历史了。通过这些陪葬品，可以看出古人对亲情的重视和对待死亡的观念。俑作为陪葬品，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俑有陶制和瓷制两种。以俑陪葬始于战国时代，兴盛于汉唐时期，到了明清两朝逐渐衰微。本片介绍的是明代俑。在明代俑中，彩釉陶俑居多，也有少量的瓷俑。以俑陪葬，表达了古人对去世亲人的惦念与祝福。因此，俑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载体，是人们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雍啊，从战国时发展，经过了汉代、唐代、宋代、元代，到明代了。我收藏的这一组明代的雍的话，它是一组儿童雍，很少见的。他是当时一个当大官的一个官宦人家，他的孩子死了早以后，陪葬了一陪，八个雍，我收到的是七个吧，造型各异，挺生动的。这一套我也觉得还是很难得的，在雍里边的话，这个是三彩雍，上了釉的，它比红套的要坚硬一些。这组明代的这种三彩雍的话，你看哈，他从他的器型来说，这个是个卧的一个明代的小孩，他很活泼的，很顽皮的。他这个在当时的话，这个比较是达官显贵家里边的人，孩子死了以后，为了给这个孩子在他墓里边的话，给一个寄托的那种，使他的孩子不寂寞，专门为他烧了这么一组。这个叫做童雍，就是儿童雍一组。现在呢，我这有七个圣胎各异的。现在在我收藏的那个所有的雍里边的话，像这种孩童雍还是第一次，所以看起来是很不容易、很难得的。我买的这组这个陶的生釉的三彩雍，它因为时间的话，在墓里边的时间还是好几百年了。你看它整个形式和造型都是翻了水印骨的。另外，在这个所有的陶的那个收藏当中，生釉的还是很少，而且这种精品的铜雍更少。所以我在几年前我也买成6000块，通过这么多年下来，我看了一下市场上没有发现第二组这种雍，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珍贵的。我估计的话，这么精美的各种造型不一的这种雍的话，现在如果在市场价的话，至少得50000块以上。这一针是明代的青瓷雍，而且的话是相当完美的。你看它整个的器型和它的神态都是很庄重的。另外的话呢，还包了一个鱼，作为一种农家的那种，像孩童的话，我觉得还是操心挺好的。它这个青瓷范畴的这种小人雍的话是很少见的。而且是在墨场里边的话，在收藏家来说的话，应该算是精品了。所以我觉得我收藏的这一件还是挺完美的，心头很高兴的。大概它的市场价的话，应该是在5000块吧，啊，市场价在5000块左右。这对明代的坐雍叫做武士雍，它在上三彩釉的雍里边的话还是比较少的，一般的话是战雍或者是坐雍，坐到马上的这种雍都多，这种少。而且从它的器型来看，很威武的，这么多年的时间还保持它原来那种将军的风貌，这对雍还是很难得的。在我收藏的那个宋代的和明代的雍里边，这个算是很好的一个雍。
这对鹰的话，从它的器型和它面部来讲的话，操行相当好。从它穿的铠甲呀，还是它的战袍啊，和它的手的力度啊，都相当的体现一个真正的武士的那种威风凛凛的样子。所以这对鹰还是挺好的，哈哈。像这对鹰如果在我们现在的市场价值的话，应该达到18000到20000块钱之间。这几个鹰呢是属于明代的鹰，也是三彩的。它这个鹰的器型的话属于文官鹰。它这个呢，它是各个造诣不一样。从它的器型来看的话，当时可能是埋葬的一个是比较有钱的文官，它属于一种陪葬品。其他的话，你说从面相来看的话，又要比一般的邦邦鹰要好一些。它这个鹰的话，在我收藏的鹰里边的话，算是一般的。我收藏的这一组明代的这个一套陶鹰的话，它的釉水还很好，而且很完整。而且全是文人的官，我估计的话可能是辅道之类的官员，在他去世以后，后人为了祭葬他，为了不让他在阴天肯定是受冷落嘛，给他培植了一批官员。前几年大概这一组我大概只是买成3000块钱，现在的价值的话应该在10000左右了吧。明代陶俑在服饰和造型上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通过这些陶俑，人们也可以窥见到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风貌和习尚，这也是陶俑具有收藏价值的一种体现。在没有玻璃镜以前，人们想看自己的模样，用的是铜镜。铜镜的使用在中国已有4000年左右的历史。中国古代铜镜不仅是生活用品，而且也是制作精美的工艺品。从夏朝一直到清朝，每个朝代都有铜镜生产。而且各个朝代的铜镜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本片展示给大家的是战国和汉代的铜镜。这些铜镜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它的精美至今仍让人为之赞叹。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从我们国家这个使用铜镜的话，也有很渊源的历史了，到现在已经4000多年了。当时呢，我们的祖先，不管是日常生活当中男女老少，他都需要它。不管你是贫的、穷的，或是有钱的、富的，他都要用它。达官显贵呀、平民百姓啊，都离不开它。这个生活当中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从铜镜的制造来说的话，它一共分7个阶段。夏商周这个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的话就是那个发展期，春秋战国的时候，繁荣期在东汉和西汉，这个时候是铜镜的是制作是最精美的时候，比如说它的什么海兽葡萄镜呐、啊，还有什么叶纹镜呐、啊，还是图案是相当反映当时的最高的工艺，到现在的话看来也是精美绝人的。再过一段时间，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候就开始衰落了，隋唐五代了。这个时候的铜镜的话，它就制造的很薄了，它就不像原来很丰满，给人的很模糊的感觉。最后就是宋辽元金的，这个时候就是比起它，东汉根本不可能比了，对不对？它的制造了一个薄，图案不清晰，材质也属于那种比较劣质的。最后呢，就是到了明清时候，就是由于西洋的那个玻璃啊、什么水晶啊，流入中国以后的话，它慢慢就衰退了。我手上的这一面镜子啊，它是战国时候的镜子。当时战国秦时候的镜子的话，它制作的话是很薄的，所有铜镜里边最薄的镜子，而且它的图案的话一般都是几何啊，还有就是那个规矩镜，这个叫做规矩镜。我这面呢就是八个角，就是八角镜，它属于八个角形，属于几何，属于几何镜。当时在战国这一段历史阶段的话，一般都是属于线条啊、几何啊、对称呢、啊，都属于这种镜子。所以从这个铜镜来上呢，它的质量，铜的质量的话，青铜质量，因为在冶炼当中的话，可能要差一些，所以它在反映它的光洁度啊，这方面要弱一些。就这面战国镜的价格的话，在现在市场的价格的话，大概就是6000到8000左右。这一面镜子啊，也是战国镜。为什么这讲呢？因为它的钮啊，它属于桥钮，就是桥那种钮。另外的话，它这个叫做四帘子，1、2、3、4，4个帘子的。这个包浆是古铜色的，古锈色，很美的。这一面你看到现在，你如果是给它搞点水，都能罩住你的人的眼睛呐、啊，头发都能够很清楚的看见。所以当时呢，我们祖先制造这种铜镜的话呀，也是很好的。到现在来看，它这个市场价值的话，就这么精美的铜镜的话，都得到4000到5000。虽然小，但是精美，它没有什么裂纹，这个包浆是很好的。这面铜镜啊，是在汉代的东汉时间出土的。当时的话，汉代这个青铜镜的制造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而且的话，图案是相当精美的。它的这副铜镜呢，它是一个圆钮，是个圆钮，它的上下左右是代表一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它这四个弩的话连接起来，给人一种很完美的感觉。另外的话，到现在它这个都还是光切照人的，而且你稍微再折射的话，自己的面部都能够看见，是这样的。现在就像它这种铜镜的话，制造工艺是很精美的，很精美的。到现在这种很完美的，市场价的话，大概也得到5000到7000。这面镜子啊，因为当时加了铅和锡，这个比例重一些，它就要使它的那个铜的冶炼的时候能够软化，所以你看它现在的这种黑漆骨的包浆的话，通过这么几千年的时间的话，它都没开裂，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般的镜子在出土以后的话，基本都是碎了，所以它这面镜子质量是很高的。
这面镜子呢是七情七路镜，是东汉时间的，而且它的工艺是相当精美的。第一个，它是七个路，七个路，七个情，而且它呢，你看它的这边的这种旋纹呢，它是带缠枝莲的。当时在东汉制造这种镜子的时候是，在现在来看都是很精美的，这面镜子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面镜子。当时的话，我在市场就是花了200多块钱买的，但是现在的话，你能够值的话，大概就是3至4千块。在这个铜镜的收藏当中，第一个就要有眼力的鉴别它。所谓眼力，就是识别它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是最主要的。由于它的这个品相啊，跟它的精美的程度啊，就决定了它的那个铜镜的价值。品相好的，年代久的，这种价值就要高一些，相对来说才就要弱一些。所以我们从整个收藏来看的话，我的心得是这样的，只要自己肯努力，对不对？只要自己爱好这个收藏的这个项目的话，我觉得功夫不负有心人，是会得到我满意的成品的。战国和汉代的铜镜都是用青铜制造的，铜镜上的纹饰展示着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风韵。这些精美的铜镜不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时尚与情趣，同时也展示出战国和汉代的青铜铸造工艺所达到的高超水平。如今这些古铜镜是古玩市场的热门品种之一。中国人使用铜镜，从夏朝开始，一直到清朝，时间跨度达4000年之久。从这些出土或传世的铜镜上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许多制作精美的铜镜不仅是生活实用品，而且也是令人喜爱的工艺品。纵观中国铜镜制造历史，汉代是其兴盛时期，这时的铜镜其精美程度至今都令人赞叹。到了唐代，铜镜制造业达到顶峰，并开始走向衰微。本片介绍给大家的是汉代和唐代的铜镜。现在啊，从我们收藏的这种古铜镜的这种市场来看的话，这种稍微高档一些的铜镜在我们市场是很难见的，一般就是普通的明清的镜子多一些。如果你要得一面什么汉代的、战国时候的很精美的，而且没有什么破裂的，这种完美的是很少的。所以我们收藏镜子的这个群体的话还是很多的，有时候是互相之间交换一下，你在市场上购得一面好的镜子，那就是搞得大家都欢欣鼓舞的。这一面呢，就是水印古的镜子，也是汉代的时候比较有代表作的一面镜子。它这个镜子的话是属于一种规矩镜，带铭文的，对不对？也是原有。它这种镜子的话，制作工艺的话也是很
很特殊的，它里边的话含的水银啊多一些，还加了银的，对不对？所以它这个制作出来看的是很精美，哎，像现在的话，像这面水印骨的，如果不是很经纬有裂纹的话，它的市场价值还要高一些。就像现在的话，这一面都得1500到2500之间。这面镜子啊，也是东汉时间的镜子，它叫日光镜，而且有旋纹的，周围片旋纹，相当完美的。你看现在它的反面也是挺带光的，就知道它现在还能使用。你说这面镜子是在市场上是很难得的，所以从它的工艺上来制作的话，这面镜子在冶炼方面的话，它可能是当时哈也还是比较，作为这个工匠来说的话，是相当技艺的话很高超的。它通过反复的冶炼以后，刻模铸纹，铸成这么精美精湛的，给我们后人留下这种宝贵的艺术品的话，很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能够收藏一面很难得的，真的很难得的。像现在它这个市场价的话，就这么小镜子的话都得4000到6000块钱。这面铜镜啊，是唐代的，它叫五禽，五个天狗一样的这种犬和梅花给那个缠子一起的。就说作为收藏来讲的话，像这种镜子，你一般刚入门的话，你不注意，你就容易买到假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现在的制作工艺跟原来完全不是一样的。当时的制作工艺的话，它是通过精炼以后，入土，然后的话通过时间的推移的话，它自然啊很轻的，这么大面镜子，在它比重上来说的话，叫做碳化了，碳化的话它就要轻一些。现在同样的这面镜子，你随便怎么铸，它的质量就要重一些，这个是一个鉴别它真伪的东西。另外的话就鉴别它的工艺，你看它的这个天狗啊，它的器型啊，很漂亮的，对不对？而且很生动。现在的铸的话很死板，而且现在的话它没有这种包浆，你现在铸也铸不起的。所以现在我们在收藏镜子的同时的话，还要研究它的制造的工艺，还有它的精美的程度，还有就是鉴别它是不是真假的话，也要从各个方面来入手。所以通过这面镜子的话，大家可以看出来，是一面唐代的典型的五禽五兽镜。所以这现在的话，这个市场价哈，在我们这里的话，大概也是达到6000左右。像这面镜子来讲的话，它是龙虎旋钮镜，它有柴纹的，它就属于深坑的。为什么说是深坑呢？它出土的时候的话，是受土质和土壤当时的气候的影响，所以它在它的表面的话结了一层绿色的氧化物。这种的氧化物的话是掐都掐不掉的，它是附着到这个铜镜上边的。这一面是一个，还有这一面也是属于深坑的，它在出土由于埋的地方不一样，有些地方受了水的侵蚀的时候的话，它的炉就要多一些。像这种炉锈的时候，你一般的手是刮不掉的，而且品相是相当好的，这个都是属于深坑的，所以大家在鉴别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也是很深坑的，这个就在水里边，上面泡了水，下面没泡到水，下面很光滑的，它上面泡了水以后，这个是在你下边这个镜面的话给这个密封了，它在土质里边，上面的话由于水的侵蚀的话，很多炉锈锈迹斑斑的，它就不是现在人为的铸锈，
这个很简单一个鉴别方法，就是你用手掐都掐不掉的这种锈的话，就是它资格的出土锈。这面镜子啊是传世古的镜子，它的话是流传很久了，它是汉代的唐代的时候就流传到了我们西藏地区的了。它这个镜子的话，珍贵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没有入土，没有锈，没有包浆，它完全是一种传世的，在人们生活当中日常用品。作为这面镜子的话，传了好几代了。我买这面镜子的时候，那个张明讲，他说这面镜子是很珍贵的，他从藏区来，一直在马背上度过了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我能够收藏到也是我的一种缘分嘛，对不对？如果能够估价它的市场价的话，我估计可能在达到12000块钱左右。这面传世古的镜子的话，我觉得能够流传从汉代、唐代到现在几千年了。不说绝无仅有吗？也是很少见的了。这些古老的铜镜曾经映照着古人的音容笑貌，在经历了1000多年的尘封或传世之后，如今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载体，向人们展示着古代先民的聪明才智。或许是因为人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力，希望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于是便有了镜子。人对着镜子凝视自己、思考自己和打扮自己，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尽管时至今日，人们还没有将自己看明白，作为人看自己的工具，最早的镜子是铜制的。如今铜镜早已被玻璃镜所淘汰，能够有幸被保存下来的铜镜已成为供人欣赏研究发思古之幽情的古玩艺术品。从收藏这个古铜镜来讲的话，从它的时间来看的话，跨度很长的，它从中国第一面齐家文化出土的第一面镜子到现在都4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你说要得到一面很好很精美的镜子，的确是收藏以后的话那是很开心的。所以在我的这个收藏当中的话，通过这么几十年的努力，还是小有一点收获。这面铜镜的话，它是唐代的，很有。